没事，这个没事的，这不经常掉吗？这种。所以他这种人就是自卖自夸哦，嗯。旁边可以充啊，我充电的话旁边可以充啊。你呀，那你管那么久，我这。嗯，我一两个小时就没有了。嗯。那个电板不充电才找到的，我们电板充的蛮多，充了电就又能充进去了。
你这痛了啊？马上行。不搞出来也不行的。这样吗？嗯。